十九日上午十一点，吉林省磐石县火车站，支援抗美援朝担架队支队长蒋承志，带着来自全县的2008名担架队员，登上前往朝鲜的火车。细心的蒋承志数了数，担架队员坐满了整整29节车厢。第二天下午，他们到达中朝边境。火车缓缓通过鸭绿江桥，在暮色中向着朝鲜的崇山峻岭驶去。蒋承志的队伍只是千万之前大军中的一支。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地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后方，同时他又是全国民众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的大前方。在这场事关新中国命运的战争中，10000000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贡献力量，汇聚成气势恢宏的抗美援朝洪流。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的力量将不可阻挡。徐艳丽，丹东人，今年90岁。这座横跨中朝两国边境的鸭绿江断桥上，有他人生最为深刻的记忆。那个美国飞机就过来了，那个 B-29 型那个大飞机呀，是在尊顶上带了两个小飞机，那个两个小飞机一看就下来了，到那从啪啪一声，两个灯砰砰。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时间，东北边境小城安东和平与宁静被再次打破。从1950年8月27日开始，美国空军屡次侵犯中国领空，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乡村进行侦察、轰炸和扫射。鸭绿江大桥周边更是敌机轰炸的重点。当时徐远丽17岁，刚刚考入安东铁路分局，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在亲身经历几次轰炸后，徐艳丽并没有跟随群众疏散，而是毅然决定加入抗美援朝抢修队伍。那个主任就说了，你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看我们报名抗美援朝。哎，你不怕死吗？我不怕死，难得掉到碗那么大个疤。哎呀，小孩行啊，给你留下吧，就给我留下了。为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有计划经济建设创造条件，毛泽东明确提出3年5年恢复、10年8年发展的总体设想。1950年7月的《人民画报》创刊号刊发了鞍钢的专题报道，这里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此时的鞍钢正处在从废墟中恢复和改造阶段，近20000名干部、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响应中央号召，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鞍钢建设。
鞍钢一号、二号、四号高炉相继恢复生产，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鞍钢距离中朝边境仅有150多公里，响彻天空的防空警报让工人们坐立难安。搁朝鲜一过来，飞机咱这边就警报就开始。那老父亲呢，那都特别气愤，就讲日本人来这侵了我们，我们当了14年亡国奴，美国你又要侵朝鲜，是不是连号就侵了你中国了？孟庆珍的父亲孟泰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1950年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钢铁战线的老英雄。从伪满时期起，孟泰就在这座钢铁厂工作，对于他来说，亡国奴的滋味尤为刻骨铭心。提起亡国奴，如刀割心头，918一声炮响，东北沦陷。今天，抗美援朝为国保家，我愿献出我的生命，誓死不再做亡国奴。1950年11月，《鞍山工人生活报》发表了这首鞍钢工友创作的诗，写出了东北人民的普遍心声。对于钢铁厂来说，高炉就是心脏。自从拉响了防空警报，孟泰就扛着行李，带领着工人搬到了高炉上，日夜守护。他组织保护高炉，我们有了铁，有了钢，才能造枪造炮，才能打仗。我们要开始建设我们祖国，也得需要钢，多炼铁，多炼钢。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从1950年10月开始，东北军区组织设立向朝鲜境内延伸的兵站供应线，提前运送志愿军出国作战所需粮草、弹药、油料等物资。10月21日，从吉林磐石出发的农民担架队到达朝鲜北部城市前川，蒋承志和队员们的任务是装卸作战物资。这里刚刚遭受过美军飞机的轰炸，蒋承志目睹了令人心碎的景象。他在日记中写道：日落后，只见熊熊的火光照映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成群结队的军民跑到漫山遍野，公路上满是后退的人民军，惨无人道的美帝国主义就是这样的破坏城市，伤害无辜的居民。次日晚，我们正往车站的途中遇见了一支雄壮的队伍，他们是经过4-5天的长途行军第一批到达这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这时我们才放了心，敌人不会再到这里了。第一批秘密入朝的志愿军战士也对农民担架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走往再往前走的时候，经常就见到先期入朝的民工，都是东北人，民工抬担架的，他们先入朝，先到那个运粮，过了江的感觉就不一样，就是离开祖国了，所以他们就想跟我们说话，一边喊通知，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的部队来了，担架队员们顿时有了底气。1950年11月7日，新华社以援引朝鲜新义州电台广播的形式，第一次公开报道了由志愿军总部起草的战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最近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了重要胜利。在中国人民志愿部队的参加之下，人民军在温井、云山一带击溃了李承晚匪军第二军团四个师及美军一部，迫使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匪军逃至青川江以南。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取得出战胜利的消息公布后，在美国和一些派兵参加所谓联合国军的国家朝野引起极大的不安。美国政府则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恼怒不已，为丧失唾手可得的所谓胜利懊恼万分。为防止中国大规模出兵朝鲜，横跨在鸭绿江上的桥梁就成为美军千方百计破坏的对象。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鸭绿江大桥被炸后的场景再现，让徐艳丽触景生情。看我走路，明白这个，给他扶起来，就那么一下就扛起来了，就这么扛。自1950年10月，美国空军轰炸安东江桥起，先后20多次轰炸安东、上河口、吉安三座口岸江桥。11月8日这一天，美国空军更是出动100余架次飞机对鸭绿江大桥进行连续轰炸，下桥被拦腰炸断，成为断桥。而上桥在安东铁路工人和铁道兵部队的顽强抢修下，随炸随修，始终保持断修通的状态，平均每天出动100节车皮将物资输送到前线。老桥炸完了，我们这几个小伙子还有说的一些老工人呢，在那个老桥头把那个钢轨呀就那么抬就扛起来了。我们是4、5个人一拖五就把那个道就铺上了，拖车呼呼呼呼就过来了。那会儿确实是挺困难，一定要有这个哈坚强的意识，没有坚强意识不行。头顶是美军飞机的轰炸，人的本能都是往远离危险的方向跑，但铁路护桥护路工人和铁道兵部队却向着最危险的地方集结。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将补给物资送到前线。在这些补给物资中，有一样被志愿军称为打胜仗的大功臣。这些玻璃罐里展示的淡黄色粉末炒面，来自70多年前国内异常特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1950年初冬，在广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大后方，炒面的香味儿曾经飘散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这些档案显示，在第一次战役结束之后，由于志愿军后勤运输上面临的种种困难，东北军区后勤部紧急向前线指挥部提出志愿军口粮以炒面为主的建议。这是因为炒面易运输、好保存，可以在战场上直接食用。炒面那是后，那是才以后的，是吧？一开始的话没带炒面。我们当时能够一天分到一个土豆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就这个没有任何粮食。为了给朝鲜前线提供更多的炒面，国内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但是
及时组织所有公营粮米加工单位生产军粮，供应仍存在巨大缺口。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政务院向全国各省布置任务，发动群众，家家户户做炒面。周恩来也亲自和机关的同志一起做炒面。1950年冬天，为了前线浴血杀敌的战士，几乎家家户户都支起大锅，昼夜不息投入到炒面大会战之中。一口炒面，一口血，便抗美援朝，搞灭火是立了功。能吃到这个祖国人民送给我们的这个粮食，那就感到非常幸福。人人支援我们，来，我们还有啥子理由不可以好好打敌人？一把炒面，一把血，成为志愿军不畏艰苦、顽强斗争的真实写照。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战争对我们来讲，那它就是说，是无情的，但是又是有情的。为了我们战士，我们后勤部队想尽一切办法，把武器、弹药、粮食送到前方去。最可疑的人是在这个群体呀，包括民工啊，也包括这个奇奇怪怪的铁道工人，包括我们祖国的亲人。这组珍贵镜头记录下了来自东北的农民担家队奔赴在朝鲜前线的身影。蒋承志带领的磐石农民担家队跟随着部队奔跑在战斗最前线。这些来自东北的青年农民对志愿军战士怀着血肉相连的深厚感情，他们从冰冷的大地上把自己受伤的同胞抱起来，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附近的战地医院。1951年一月，蒋承志在日记中写道：“1月20日晚上，我们的任务很重，转完伤员已经2点多了，正想要回宿营地休息一下，又接紧急命令到顺川抢伤员。”这里离顺川20多里，因此队员都是跑步。敌机来了，拉伤员的汽车全部被打起火。我们共计40人，有23名伤员，平均2个人抬1个也完不成。这时，有的队员一个背一名，又怕天亮来飞机，还是跑步回去。天没亮，我们就到了医院，我们的衣服像水洗的一样。外面的白霜像刚下完雪似的。志愿军到前线作战，伤亡还是很大的。1950年11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发出了组织抗美援朝志愿救护队为中朝军队服务的这个号召。全国的这个医务工作者积极响应报名，一批批白衣勇士紧急奔赴抗美援朝前线。1950年11月26日，留学归国的北大医院骨科一级教授陈景云，作为北京市志愿手术队第一任队长，带领77名队员奔赴朝鲜战场。他深知战场上最需要他这样的骨科外科医生。到朝鲜前线后，陈景云亲眼目睹了伤员血肉模糊的伤口，他无比痛心地说：“我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治好他们。”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也组织了一支113人的医疗队，外科主任裘法祖第一个报名。裘法祖，留德医学博士，中国现代普通外科的主要开拓者。裘法祖所在的上海志愿医疗手术队驻扎在长春第一军医大学。裘法祖担任整个志愿手术队的外科顾问，手术队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长春的七个月里，共收治志愿军伤病员1379人，完成1527台手术，平均每天七台手术。抗病上接伤员，受伤的人，他们已经经得过。国内的，然后到长春，那我给他们看病，做治疗。抢救伤员差不多每天都有从朝鲜回来的伤员，有胸部外伤，有腹部外伤，有四肢的，样样都有。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去处理这些病人。医护们深知，纵然有钢铁般的意志，但志愿军战士也都是血肉之躯，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正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一位年轻医生在工作总结中这样写道：他们不顾一切牺牲自己，抛弃了个人家庭的温暖，而来保卫全国人民的家庭。今天我们还能这样安然舒适的生活，都是他们英勇战斗、流血牺牲所换来的，所以我们对他们也应该像爱护自己的亲人一样。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全国共组织159个志愿医疗队，共动员5377人奔赴战地参加医疗卫生工作。这些日后成为中国医学界中坚力量的白衣勇士，用他们的医者仁心守护着这个国家最勇敢的一批人。武器是战士的第二生命。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有一把枪被志愿军战士亲昵地称为我的好战友。这是新中国第一款国产冲锋枪，虎林式冲锋枪，是我国在苏联波波沙冲锋枪的基础上自行制造的冲锋枪。它重量轻，射速快，火力猛，非常适合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近战、夜战、穿插战的特点，就如同是为志愿军量身定制一般。那么虎林式冲锋枪又是谁造的呢？1950年年底，小兴安岭脚下，距离沈阳900公里外的东北边陲小镇北安，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当时决定啊，说现在第一批1638人，设备呢1351台，职工家属是800名，还有300吨的钢材和工具，从沈阳挖到边县。当时呢，来了之后的话呢，就整个的车站都布满了。我爷爷就是从沈阳迁厂过来的，这边条件呢，当然要比沈阳艰苦的多得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也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就到这里来了呢？他说，当时我又不符合参军的条件。那我也想出一份力呀，那我就来吧。为防止敌军空袭东北地区的重要工厂，东北局决定将沈阳五一兵工厂分为三个分厂向后方转移。其中一个分厂来到北安，代号626，对外称庆华工具厂。45天之后，这个神秘的工厂开始运转，机器声日夜轰鸣，有时还会传出连续的枪声。工厂大门紧闭，
当时没有人知道里面在做什么。当时呢，没有图纸，我们工厂的负责技术的赵维之组织设计。在总工程师赵瑞芝的带领下，科研人员绘制了1200份图纸，完善了上千道加工工艺。他们没有照搬波波沙冲锋枪的整个数据，而是根据志愿军作战的特点进行了改良。在样枪出来之后，毛泽东亲自批准命名为1950年式7.62毫米冲锋枪，简称50式冲锋枪。短短90天之后，凝聚着工人心血的第一批2600支50式冲锋枪，顺利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当时工厂有这样的一个口号：车间就是战场，宁可后方多流汗，不让前方多流血。我们多一支冲锋枪到前线，我们的战士那就多了一重保障。这本抗美援朝时期出版的素描集，生动展现了志愿军战士对50式冲锋枪的喜爱。1951年，50式冲锋枪开始大量装备部队。50式冲锋枪高达每分钟900发的射速，在短距离内压制着敌人根本无法抬头。我的冲锋枪，他的本领强，啪啪啪啪一声响，这个是有这样一个故。周少云、洪继光都使过这些冲锋枪，使用50式。在清华军工遗址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封71年前来自朝鲜战场的信。1952年初，在一次战斗中，我们使用你们制造的冲锋枪，把敌人打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我们在远离祖国的朝鲜战场，日夜想念你们。不知是谁制造的冲锋枪，也不知你们叫什么名字。请把造枪工人同志的照片寄来，让我们全体志愿军看看，是哪些工人同志生产的冲锋枪。工人们也给志愿军战士写去热情洋溢的回信：请你们拿起我们亲手制造的枪，冲锋陷阵，把侵略者彻底打回老家去，我们等待着你们凯旋。一支支冰冷的钢枪传递着同胞间火一样的热情。修成了铁路煤矿，改造的世界变了模样。为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1951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全国掀起了开展生产竞赛、优待列军属等活动。鞍钢的工人、干部、科技人员积极响应号召，奋战在生产一线，许多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工厂。劳模孟泰率先组织工友们开展抗美援朝生产大竞赛，搞技术革新。老工人张明山创造金闸机获得成功，实现了轧钢工艺大突破。青年爆工王崇伦创造了万能工具胎，用1年时间完成了4年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1952年，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创造了产量新纪录，毛泽东专门发来贺信，祝贺炼钢新成就，勉励鞍钢工人炼好优质钢。
从1951年到1953年，鞍钢连续3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源源不断地为国家、为前线输送大量优质钢材和军用物资。鞍钢只是一个缩影，全国10,000人民被动员起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新中国不仅没有被战争拖垮，反而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相对于1949年增长了77.6%，总值达810亿元。粮食产量也从1949年的2263.6亿斤，直接飙升至3278.4亿斤，增长44.8%。抗美援朝运动，扎扎实实，轰轰烈烈，确实把全国人民都调动起来了。到1952年还按原计划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我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原因。1951年4月25日，磐石农民担家队遭遇敌军。与蒋承志特别要好的担家队员尤德春不幸牺牲。在日记中，蒋承志万分悲痛地写下了对尤德春的悼念：记得吗？是一把炒面，一把血，战斗了几天，以后什么东西都吃不到了。你当时并没软弱，而顽强地战胜了敌人。咱们一起发誓，谁要表示软弱，简直不够中国人。燕儿，我们带着疲乏的身体向敌人冲锋了，你勇敢地把敌人打退了。没有太多时间悲伤，安葬好牺牲的尤德春，蒋承志带着担家队又踏上了出征的路。就在你的墓前，整顿了队伍，准备前进。在没走之前，在你墓前举行了誓师大会。从此，我们与你分别了。这不是回到幸福的祖国，而是要到更艰巨的前线去了。在朝鲜战场的每一个日日夜夜，这支农民担家队和志愿军部队走过了一样的征程，经历了一样的战火，做出了一样的牺牲，相濡以沫，生死与共。江苏泰州市江堰区实验小学，原名江堰小学，是一所有着爱国主义教育传统的学校。校园里矗立的米格15战斗机模型，讲述着这所小学与众不同、令人骄傲的一段历史。70年前，担任江堰小学校长的周立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无论岁月磨去多少记忆，周立人始终不曾忘记他心系抗美援朝战场的日日夜夜，这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当时25岁，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深知战争的胜负决定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安危。所以我虽身居校园，但脑海中时时想到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代表们到全国各大城市向各地人民做报告，
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每个城市里都用鲜花与歌唱来欢迎志愿军的代表到了哪里。这部1951年设置的新闻纪录片拍下了第一批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回到祖国的热烈场景。1951年4月13日，志愿军代表们来到江苏江堰小学向师生们做报告，接待他们的就是周立人。志愿军代表对孩子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我们不怕艰苦，我们不怕牺牲，我们有决心和信心打败美国侵略者，但是我们最缺乏的是飞机。如果我们有了大批飞机，就能更有力地痛打敌人。这番话启发了周立人。不久之后，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布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全国民众纷纷响应。中国对小朋友千千万万的，我说的，如果大家都传一番力量的话，中国飞机啊还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就认为同副校长商量，我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可以带个腿啊，带一个倡议书，希望全国的小朋友一直行动起来，捐献飞机。在早操课上，周立人面对全校师生提出了省下糖果钱为前线捐献飞机的倡议，没想到孩子们完全理解这么做的意义。经过孩子们的共同推动，这项倡议又发展到全国范围，成为全国儿童共同的心愿。虽然每一个孩子的捐献是有限的，但全国的孩子们都参与进来，有的孩子捐出了从小佩戴的银锁，有的拾废捡旧、勤工俭学，大家用各种方式积极投身到捐献活动中。全国各地小学的捐款最终交由当地抗美援朝分会作为购买飞机的专款，在飞机交付空军时，其中一架被命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28岁的豫剧演员常香玉也与周立人有着同样的感受。在看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之后，常香玉和丈夫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带领剧社踏上了筹款买飞机的巡回义演之路。若不是阮家乡不肯出战，他战火早烧到咱的门前呐。豫剧《花木兰》正是专门为义演而改编创作的。台上为国出征的巾帼英雄，让台下群众激昂万分，纷纷捐款。1951年，湘豫剧社的巡回义演共举行178场，捐款正好购买一架米格15战斗机。全国各族人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掀起了慰问志愿军的热潮。从1951年1月起，国内组织多批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各行各业代表等，一批又一批前往朝鲜战场，带去了从全国各地收集的大量慰问信和慰问品。全国人民的慰问鼓舞了志愿军将士的斗志。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的团结一致，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气风发，从来没有这样高昂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据统计，在3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约有2000万群众报名参军，
学生参军人数达33.7万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的有70多万人。全国铁路系统报名志愿赴朝的员工达到铁路员工总数的75%。从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底，全国人民在一年中捐款的总额约计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在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全国军工厂共生产70万把冲锋枪送到前线，全国工厂为前线提供作战物资达560多万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深刻讲啊，战争最深厚的伟力在人民群众当中。那么这个伟大的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应该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贯彻。所以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国内这个支援抗美援朝这个运动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啊，人民群众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啊，极尽全力的来支持我们的抗美援朝。1951年9月中旬，出生的志愿军空军以师为单位陆续投入空中作战。中国少年先锋号、湘豫剧社号、鞍钢号、磐石号等祖国人民捐献的米格-15战斗机冲上蓝天，与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后勤部队一道，合力粉碎了美国空军对我方铁路运输线进行绞杀的企图。负责抢修鸭绿江大桥的铁路工人徐勉力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美机被志愿军击落的激动人心的场面。抗美援朝战争中，徐勉力所在的安东铁路分局有28名职工献出宝贵生命。1951年10月，在朝鲜前线艰苦奋战了整整一年之后，蒋承志和磐石农民担架队接到回国的命令。返程途中，他们特地绕道前往队友尤德春的墓地，将烈士的遗骸带回家乡。在磐石农民担架队中，先后有12人壮烈牺牲。1956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30周年之后，鞍钢劳模孟泰跟随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看望在当地参加建设的志愿军。慰问演出结束后，孟泰跟随代表团去祭扫了志愿军烈士的墓地。看着漫山遍野的墓碑，所有人都哭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抗美援朝的经历是一生中刻骨铭心的记忆。曾经作为外科顾问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的裘法祖，后来在入党申请书中这样写道：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共产党有远见、有胆识、有魄力，中国像巨人一样站起来了。我们牺牲，我是值得的。我们身后有4亿人，我们为了保卫我们国家，保卫我们的家乡。我们背后是伟大的祖国，他们在努力生产，狙击大炮，是吧？努力做手榴弹、做军刀，这些都是为了解放胜利嘛。中国7000万万的人都是自由军嘛。我打完了，就不让我们祖国人民再打仗了。
叫他们过个平安的日子，叫他们上学，叫他们工作。我觉得我们的老百姓是最好的，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勇敢的。今天，当我们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华民族所蕴藏的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正像这只慰问带上引用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物，而是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最终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维护正义与和平，反抗强权与侵略，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前进步伐。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是什么让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战场？是什么让他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一战，人民军队向世界充分展示了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